评论：警方一般先抓讨薪的，先给你来个寻衅滋事，拘留你一阵儿。弱势群体免疫力低，欠钱不还还有理。这点我还是佩服漂亮国，在漂亮国一旦企业老板发生违反工会规定的行为，就会被列入工会黑名单，不但招不到员工，连出门坐飞机去医院看病都受影响，哪个老板敢拖欠薪金呢？